跟住嚟到第十六題，佢咧首先就要你揾個 value of m 啦，用翻 parallel 嘅技術啦，因為 ws parallel二 set y 啦，所以 m ws 咧係等於 m 二 set y 嘅。m 嘅意思咧，其實真係講緊 slope of ws， 呢度就係講緊 slope of 二 set y， 呢個係一個縮寫嚟嘅。咁個留意個 m 係要細階，咁係可以接受嘅。然之後咧，mws 即係三減負六啦，跟住下邊就係負六減負三。右手邊啦，二 set y 即係二減負七啦，然之後一減 m 呢邊就係九 over 負三嘅，呢邊就係九 over 一減 m， 咁九同九可以約啦，咁剩翻一啦，咁即係話交質相乘底下咧，一減 m 就等於負三啦，咁即係 m 等於四啦。好，跟住再去埋 part b 啦，佢就問你 w 二 set 係咪 parallel s y， 咁咪計一計咯。m w 二 set 就會係三減二啦，跟住負六減一啦，即係呢個嘅一 over 負七嘅，或者我哋叫做負一 over 七。好，放翻大少少先啦。好啦，跟住另一方面啦，我哋又計一計 m s y 啦。m s y 咧就會係負六減負七啦。然之後負三減 m 即係負三減四，咁即係一 over 負七。咦，咁咪一樣咯。咁就寫翻啦，因為 m w 二 set 等於 m s y， 所以咧 w 二 set 咧係 parallel s y， 即係 yes 啦。